女星韦如日前上小 S 节目《小姐不吸地》，爆料有位形象很好的艺人因三明治里放小黄瓜，彪骂助理。事后王思佳在节目上自认韦如口中说的艺人就是他，但他也澄清自己绝对没有彪骂助理。两人对于事件说辞有出入，让小黄瓜事件闹得沸沸扬扬。今日韦如不仁了，透过经纪公司澄清，事情演变至此不能再沉默。他还原当时上节目所说的内容，他表示自己是说曾遇到一个可爱温柔的女艺人，为了小黄瓜对助理大声说话，主要是在讨论幕后工作人员的心情，但自己没想到因为小黄瓜这个关键词引起了王思佳的误会，并表明已经向对方道歉，而且也澄清不是在说他。